business blue，嗨，我今天有说今天是 girls night，对不对？然后很谢谢我们的一位网友，他说他想要知道他在一个购物网站上面，他国外的购物网站，他想要知道怎么去 shopping。太好了，这是我自己也会想要做的事情。好，那我既然 promise 了，我就一定要 deliver，OK？所以我刚刚回来的时候。在边吃晚餐的时候，我就边做一些 research，然后顺便把自己就是注册成为这个网站的会员。好，然后这样我们等下示范给大家看，会比较容易一点。OK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呢，他想要看的这个网站。好，OK，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looks pretty cool。啊，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发音诶，我只知道他们叫 ASOS，不知道有没有实际的发音哈。ASUS，ASUS，SS，听起来都像华硕。好啦，不重要。Anyway，好，哎，我觉得你知道它很酷的地方就是呢，你看它有记我们的 IP 哦。好，我这边从台湾登入的话，它就会直接帮我 convert 成台币了，好酷哦！这点我觉得是很棒。好，身为自己身为就是你知道网络平台的一个制作人的话，其实。个人觉得这个设计相当不错。好，那我想要在这边看女生的东西，所以我就点 women，OK，women 机会教育女生的副词啊，就是women，WOMEN，然后 man 啊的副词是 MEN，好，单数的话是 MAN，然后 women 也是 woman，WOMAN。A.N. 好，机会教育完毕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read 有什么可以看？Oh my god！等一下，还有 outlet。嘿，哎，这是打三折哎，你知道吗？70% off 就是打三折，70%是砍掉的，所以是打三折哦。一定要看一下这一个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些项目，有什么项目？我们来看这个好不好？那个看新进的一些衣服，应该是春装吧。哇哦，哎，我好喜欢这种，我很喜欢长裙，我想要看这一件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可以看这件吗 ？Oh my god，其实还蛮贵的哎，8000多块台币耶。好吧，如果你买得起，我也没话说啦。好，那我们来选择一下尺寸。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，在美国尺寸的话，通常最小的话就是2，然后最小 UK 的话是4或者是6。那 OK，我觉得以我的身材的话，我大概选择这一个。好，然后我大概是163公分，49公斤这样子。好，大家自己想象一下，All right。好，那 add to back 就是加入购物车。好，我们加入吧。右边出来了。哦，因为我刚刚有看那个 skinny jeans，我先把它擦擦掉好了。好，然后呢？诶，跑去哪里了？好吧，又出来了，又出来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想要就直接去付钱了，因为我有冲动购买。好，诶，这边我就先不移过去了，因为这边有我的 email 账号。好，让我打一下 password。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牵扯到个资，我就不能让你看了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有做过一个稍微一个流程，所以他就跳过了。因为我刚才已经填入我的自己的一些联络方式还有地址，而且我填的是中文哦，因为它可以免费的寄送到你家，我觉得还不赖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你选择你的信用卡付款方式喽。好，那我想。当然，你必须要有信用卡，你才有办法买啦。啊，如果你没有信用卡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如果你年纪不到，没有办法申办信用卡，也请不要去偷你父母的信用卡来用，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。好，再次要告诉大家，好，你一定要去买你自己可以 afford 的东西，你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回到我这张漂亮的脸。那我自己这样说的，啊，看 上天惩罚我，让我跳到，好，好啊，那我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，
可能没有非常非常的 detail，但是因为也没有太多个人的资料，所以呢，大概先这样子。然后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再继续。你可以 post 给我，comment 给我，讯息给我都可以。OK，OK，OK，好，先这样，拜拜。